十八楼 C 座。编剧洪太郎，监制冯子峰。押后宣读施政报告，是由金刚、朱雪梅、陈慕贤、李锦、冯志峰、洪文光、殷琦、陈聪联合播出。陈总啊，唔该帮我写两个 A 餐拎走啊，一个餐茶要金牌咖啡，一个要朱古力啊，朱古力啊，要加多$5喎，系冇问题，最紧要快。的士哥啊，点解唔喺度食埋先走呢？回屋企同老婆撑台噶啦。哎，周老板，唔好讲个衰婆啦。啊，讲起又爆咗几火啊！自己头家都未理得掂啊，走去帮个亲戚过大礼，饭又话唔得人煮，衫又话唔得人洗，哇，搞到我踢晒脚，要赶翻屋企凑女啊！就系咁简单。哦，的士哥啊，啊，结婚系人生大事。親戚上頭，大家幫下手，高興下啫，有乜所謂啊？阿三姑，一代表、二代表、三代啊，嘴藐藐啊，個個都唔知佢係個咩嘅親戚嚟嘅，表完又表噶啦，平時都冇兩句嘅啊，傾唔埋攣嘅。佢派貼嚟啊，我都係諗住禮到人不到噶啦。哎呀，的士哥 ，common sense 都知啊，大家抗疫疲勞啊嘛。你老婆啊，日日喺屋企凑女咁辛苦，咁难得有个机会可以出去咯，你咪当俾佢唞下气，出去见下啲亲戚朋友咯。喂，真啦未？嗯，依家疫情严重啊，我惊佢帮人过完大礼翻嚟，自己都会收翻份新冠肺炎做大礼啊。哦，千祈又唔好俾我乌鸦口噏中，睇下几时有过大礼群组感染啊。的士哥，的士哥，哇，都未见过人。好似你咁样嘅喎，唔通断六亲好咩？你真系阿铎，佢搞得掂自己头家先啦，啊，搞掂咗咯，我咪唔出声咯。咦，但系啊，佢劈低成头家走咗去，我梗系唔 like 啦。我啊同意的士哥咁讲啦。嗱嗱嗱，即系好似特首咁啫嘛。明明咧应该系琴日发表施政报告嘅，佢居然咧就喺星期一嗰日临时宣布押后。喂！施政报告唔系一个特首最重要嘅工作嚟嘅咩吓？几时读都冇所谓啦，辉仔。吓，唔系因为押后嘅话，我都唔知佢有发表报告添啊。哦，系，即系咁。虽然大家对份施政报告咧都冇乜期望噶啦，咁但系始终大家都想知道，经历咗新冠疫情嘅打击，咁政府有乜计划啊，可以刺激香港嘅经济噶嘛？喂。辉仔，咩啫？边个话施政报告一定要喺十月发表噶？董伯伯啊，梁振英都试过啊，将施政报告啊改喺一月啦。有咩问题啊？犯法咩？而家唔犯法。咁啊，根据议事规则咧，行政长官系可以按照自己嘅意愿，喺每一个会期首次会议上边向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嘅。咁咪系咯。換句說話講啊，行政長官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，不在立法會會期的第一次會議上發表施政報告啦。不過咁喎，肥佬，點啊？問題咧就係、是、兩位前特首咧係事先講明會改喺一月發表噶嘛。嗯。而林鄭喺公布施政報告前兩日，會先至突然煞停啫。哦。而且政府咧已經一早刊咗憲公告天下噶啦。喂。我可以咁儿戏，话取消就取消嘅咩啊？唉，咁林郑嘅做法啦，又系突兀啲嘅。嗱，连身兼行政会议成员嘅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都话，个决定好突然同奇怪啦。哎呀，咁凡事都有第一次嘅，系嘛？而且啊，阿林郑攞紧第一噶嘛。哎呀，阿朵啊！但是咁做是不是好像不是很尊重立法会咁呢？记得佢上任嗰阵啊，将施政报告由一月又改返去十月。佢话因为呢想改善行政立法关系，所以配合立法会会期开始发表报告㗎嘛。佢是特首嚟㗎，讲完又唔算数，
会唔会俾人一种朝令夕改、言而无信嘅感觉啊？哦，咁啊，难怪啲人话佢唔尊重立法会咯。喂，佢系特首。只有人尊重佢嘅啫，佢想乜尊重人啊？系啊，你睇下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点讲？记者问佢啊，觉得特首嘅做法会唔会太过仓促咧？有冇唔尊重立法会咧？佢话佢尊重特首嘅决定，仲话咧立法会因为咁作出新安排，只系有少少困难，唔系好唔方便啊。人哋是立法会主席都唔觉得有问题咯，你哋啲咩旁边学啊，咁多嘢讲做乜嘢啊，收声啦。其实而家拗都无谓㗎啦，因为施政报告啊好似立法会选举咁，唔压后都压后咗咯。即管睇下佢今个月底去北京呢，同不同部委开完会之后，係咪可以争取到更多中央支持香港嘅项目，值得大家再等多一阵啦。拉表叔，如果是对香港好的话，那押后报告又无可厚非的。当然不是啦，常嫂。民主派质疑林郑押后发表报告呢，是因为份报告交给内地审核之后呢，北京说不合格，要他再写过。啱啊，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批评林郑押后的理由不尽不实。又说林郑将施政报告给中央审批呢，是自我矮化和漠视香港人的苦况啊。黐筋啊，那些民主派是零舍多阴谋论的，肯定是某些这样的树啊，份施政报告去年都过到，今年会过不到啊，应该是林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高，佢考棍第一噶嘛，所以咧嫌自己咧今年嗰份报告咧写得唔够好，难得中央有声气，叫佢上去同部委开会，咪再攞多啲好嘢翻嚟加料咯。叶国谦都话，施政报告嘅重点咧，应该系抗疫下点样解困，但系到依家都好似冇咩料到喎。系咯。咁当阿林郑上个礼拜六收到中央知会，可能有希望咯。咁林郑啊，咪押后，希望令份施政报告更加有内涵，内容更加充实咯。其实林郑啊，早前已经预告香港公共财政情况严峻，今年施政报告啊唔会动用大量公帑嘅新措施，亦都唔会有大动作嘅经济政策。咁依家佢话要争取中央加大力度，帮助香港经济复苏，唔通佢原本嗰份报告真係冇料到要中央出手？哦，份施政报告冇料到要等中央出手相助加强内涵嘅话，咁就即係话俾人听林郑自己冇料到啦，係咪就係咁简单。唉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制作一份施政报告唔係淨係林郑一个人写嘅，而是有好多公务员一起参与的嘛，大佬。现在因为他一个人想邀功，就要人由头做过晒。喂，咁就浪费晒人哋之前的心血啊。是啊，阿朵你讲得啱喎。而写份报告可能印好咗㗎啦，是吧？哎呀，咁点啊，重新写过重新印过啊。咁就好唔环保。喂好心你哋啦。细眉细眼斤斤计较，咁点做大事啊？如果真系有料到嘅话，花多少少时间啊、金钱同埋人力物力都值得噶嘛？老秀啊，不过我唔明啊。就算林郑话佢想等埋中央拍板嘅措施写落报告度，所以押后发表施政报告，但系其实份报告啊，都预备了一段时间的啦。没理由林郑不知道昨天星期三是深圳庆祝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日子的。是的，即是他一早预了不上深圳，而是会照发表施政报告的啦。就是的，如果他一早就知道都不押后，而是忽然押后，那应该是跟施政报告内容无关咯。那就是啦，报告可以发表了先，中央支持的政策落实了，之后再发表咯。独立处理，那就比人家更加重视中央的决策。
咁会唔会系林郑之前唔识习主席南巡，所以咪冇谂住上深圳咯？忽然知道主席南巡咯，喂老细喎，梗系即刻扑上去噶啦，系咪先？喂阿铎，系乜唔系香港人先系佢老细咩吓？系纳税人出粮俾佢噶噃。的士哥啊，有钱大晒啊！啊，你有冇份拣阿林郑做特首啊？冇。冇啊嘛，冇我讲咁多嘢做乜啫？咁咪即系你唔系老细咯，你啊，只不过系一部提款机啫。啊！林郑忽然押后施政报告，虽然佢自己嘅解释啊，系想等埋一系列中央支持特区嘅政策啊，但系坊间啊就梗系有不同揣测啦。嗱，有人就话系中央唔满意佢份报告，有人话系林郑要上去面圣，诶，亦都有人话系因为同美国大选有关嘅。你个真啦美啊，咩啊？你吹水啊，都唔好吹得咁离谱啊！喂，香港嘅施政报告系嘛？关美国大选咩事啫？大揽都扯唔埋。啊，辉仔之所以话你冇啲国际视野啦 ，common sense 都知啊。美国嘅侵侵总统啊，依家几唔妥中国噶啦。唉，何止啊，佢唔妥中国啊，仲制裁埋香港添啊。嗯哼，除咗取消独立关税区嘅待遇，仲连特首、律政司司长、保安局局长等等啊，十一位中港官员都制裁埋。咩啊？连香港制造的产地标签都被美国打柴，要改为中国制造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咪就是咯，你说这啖气啊，点吞得落啊？有人仲说，如果被侵侵连任到啊，他两年内会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添啊。哎呀，发他个瘟啊，美帝真的亡我之心不死噃，咁仲得了嘅？所以啫，全中国上下求神拜佛啊，都望侵侵输啊嘛。梗系啦，本来佢中咗新冠肺炎，大家都谂住佢今次啊实死冇生噶啦。哈，点知佢又死唔去喎，真系。哎呀，俗语话大难不死啊，必有后福噶。侵侵嘅后福有可能系连任成功、啊。哎呀，三姑最惊就系咁啊。所以俾你系中央啊，都 hold 住份施政报告，等美国大选完，睇下系边个赢咗之算啦、啊。啱啱啱，系啱嘅。敌不动，我不动；敌一动，我先动。啊，不发则已，一发必中。小不忍，就乱大谋，谋定而后动。啊，咁先有机会反败为胜啊嘛。黐筋啊！国防外交系国家嘅事，关香港咩事得嘅？要制裁美国啊，都是中央决定啦。中央话限制美国驻港外交官员见香港官员，要同林郑商量嘅咩？吓、啊，落个 order 就得噶啦。吓、啊，哎呀，又系喎、啊，好似国安法咁，都是上头有令嘅啫，系嘛，唔使写入施政报告噶，系嘛。所以归根到底咧，都是林郑讲法就最可信啦。啊，希望佢今次上京。会有好消息带翻落嚟咧，你哋话林郑啊，谂咗啲咩可以帮香港经济复苏嘅政策咧？佢又会同北京嘅部委倾啲咩咧？吓，林郑唔肯讲啊。哦，佢只系话会议咧，主要以经济同埋民生为主，范围啊好广泛嘅，包括聚焦喺金融、创科发展。仲话其实今届政府咧已经初步有成效噶啦，咪听讲亦有可能咧同内地倾通关嘅事喎。咁啊唔出奇啊 ，common sense 都知啊。其实政府已经提过，内地政府同意推出港康码，为两地通关作准备噶啦。我点知第三波肺炎疫情爆发，先至放埋一边嘅啫。咁啊，希望真系成事啦。最好咧就开放多啲城市。俾多啲大陸人嚟自由行，刺激翻經濟，咁香港就有救啦。係、啊、好，你估話咁易啊？
香港仲有疫情喎，佢俾人落嚟自由行，佢点知咧转个头咧喺香港咧惹咗啲病毒翻上去，咁咪大件事。香港啲高官咧唔使问责啫，内地唔同啊嘛，会随时乌纱不保啊。啊，咁啊系啊，内地嘅疫情控制得好好啊，连袁国勇教授都赞啊。啊，相反香港搞极都唔断尾，而家咧仲可能第四波嚟紧添。试问人哋内地官员点敢同香港冲关啊？咁啊系啊，内地真系好紧张控制疫情噶。你睇下林郑今次上去深圳就知啦。正所谓面系人哋俾，架系自己丢，就好似系咁啊。倒不如留翻喺香港宣读施政报告好过咧。的士哥，发生咩事啫？啊？咩事、啊？林郑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。啊点知俾人当佢发疯咁啊？点解当佢发疯啊？佢虽然都可以同其他中央领导人坐喺主席台上边，之但系俾人掟咗埋后边嗰排，左手边最尾嗰个位啊！喂，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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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佢同隔篱嗰位大陆高官啊，哇，坐到离行离辣，哇，隔咗成张台咁阔啊！同阿习主席啊，就更加系保持相当相当远嘅社交距离添啦。哎呀！诗人独憔悴，真系越望就觉得咧佢好可怜啊！真系，啊嗱嗱谂翻两年前啫嘛，港珠澳大桥通车仪式，哇！佢着住粉红色嘅长衫套装，望住习主席行出嚟，哇！笑到惊牙唔见眼嗰个样，哎呀，真系差天共地咯！系啊系啊，系咪先啊？咧嗰、次啊，个个都话佢得宠啊！哎呀，两年啫喎，咁快就失宠啦吓！龙婆唔系失宠啊，系、因为佢上个礼拜五晚出席咗一个音乐会，点知咧有乐团嘅成员啊确诊啊嘛，咁、可能内地嘅官员紧张咯，所以咪俾佢坐开少少咯，少少啫嘛。其实特首系卯树个啊，更加唔系有咩失。重佢系唔系失重咧就唔知啦，但系香港咧就肯定失重噶啦。点解啊？中央啊，咪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嘅。哦，除咗香港同澳门，仲有深圳、东莞、惠州、广州、佛山、肇庆、江门、中山同埋珠海，总共11个城市。你话咧呢11个城市啊，边个系龙头大哥？哎呀！大佬啊，咁啊，梗系香港嚟嘅，仲使问嘅啫？香港系国际金融中心嚟啊嘛，咪呢个地位点可能取代啊？学叔，乜嘢中心都系咁话啦。习主席一锤定音，系深圳啊！佢喺深圳发表讲话，将深圳追捧为大湾区发展嘅重要引擎，令到深圳变成大湾区11个城市之首，香港啊都要坐埋一边啊！啊，哎呀！原来香港真系只系一粒螺丝，深圳先系引擎啊！以前讲真，粤港澳大湾区政策咧，都系深圳、广州、珠海配合香港嘅。哎呀，咁以后系咪要调转嚟？香港要配合深圳发展啦、其实深圳啊，之所以有今日，都系因为有香港啫嘛。大习主席啊，半句都冇提香港对深圳嘅贡献啊！哎呀！大佬啊，有冇搞错啊？啊，哥乔秋敏教识徒弟冇师傅啊，而家所以啫，咪话林郑上深圳系攞假嚟丢咯，佢自己同香港啊都俾人掟埋一边咧，冇计噶咯，鬼叫香港唔听话咩？听话咪有糖食咯，系嘛？所以你哋咪话林郑咧。佢真系扑心扑命为香港噶，佢绞尽脑汁咧，都想办法咧争取中央嘅支持，令中央肯定香港嘅地位同重要性，几难得啊！真系。哎呀，周老板喺中央眼中，香港嘅地位唔再重要噶啦。不过无论点都好，林郑今次就先拔头筹，自己赢咗一仗先啦。吓咩啊？佢赢咗啲咩啊？阿长嫂啊，本来一份冇人期待嘅施政报告，俾佢咁样玩一玩，
大家依家即刻对呢份报告好期待，哦、连广告费都悭翻啦。咁咪系啦，而家大家咧都想睇下。中央咧仲会俾啲乜嘢 Jack Sir 香港咧吓？咪做咪做咪做！我老婆打电话俾我。喂，老婆大人啊？点啊？食埋晚饭接翻？冇，梗系冇问题啦。可能会打埋四圈添啊？好，咁你走嗰阵打俾我啦吓，我揸车去接你吓。I love you， 咁先啦。拜拜。哎呀，你个的士高啊，头先就喺我哋面前闹老婆，一接到老婆电话啫，即刻就杀晒冧，扮冇事发生啊！你系得嘅真系。喂，拉表叔，乜冇人话你知怕老婆先会发达嘅咩啊？佢系我成头家嘅揸 fit 人嚟噶。啱啊！所以我哋香港食粥食饭都要睇林郑呢位香港揸 fit 人噶啦啊！十八楼司座之押后宣读施政报告，经已播放完毕。